哎，阿健，你在干嘛呀？哦，我去打农药。你来干嘛？你要去上面打农药啊？对。现在都要下雨了，你还出去呀？没有，他没下了。嗯，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嘛？不得去，不得去，不得去嘛！我们两个人去的话，打得快一点，我帮他去打一下。走嘛，走嘛，阿健，要不要我拉你呀，阿健？这个路有点不好走哦。没事。来看过来，你这样干活的时候好美啊，风景也美，人也美，对不对，阿金？对。你看这风景好好呀。哎，阿金啊，要不我来背着嘛，你后面那个水。没关系，我这自己背着要方便一点。但这个牛就重的嘛。阿静，为什么你舅妈每次看到我就比较凶呀？因为我舅妈，可能你因为你是个男的，然后又她自己又不熟，她害怕就是，哎呦。你小心点，小心一点。嗯，就是怕，就是跟你太熟了吧，我跟你。他害怕，我跟你走得太近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他比较希望我嫁我们这边比较近一点的男的，就是。嗯。他怕有那种可能。你不要介意，我舅妈心很好的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意思就是她害怕我们两个走得太近了，是吧？你手小心一点。嗯。这有刺，一会儿锯到你手了。好的。那我帮你，就直接从这边拔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嗯。大哥，你在我家休息一会儿啊。啊，怎么啦？去街上买点东西。你要去买什么呀？嗯，我去买点农药，然后我们还有没打完的，然后再给你买点菜，做饭给你吃。不用，我直接送你下去嘛，那就，我开了车的嘛，要很快一点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。没事没事，走，你自己走了好远嘛，是不是嘛？走吧，我直接送你下去。不方便吧？没事没事，走吧。嗯。怎么，在这边是吧？对，在哪儿嘛？我们就过去看一下嘛。哎，怎么了，妹妹？怎么了？大哥，我给你车费，谢谢你。没有，不用，不用给，不用给，没事，我就过来一趟就跑了，不用给我钱，你拿去吧。给你把车费要。没事的，不用给，不用给的哈。你药剪好了吗？对。都剪完了是吧？嗯。那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大哥，我们彝族的汉堡。这个，来，我尝一个，谢谢。客气。哦，土豆。嗯。